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米雪啊。不错不错，被叫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。你看，来看看，来什么东西呢？火腿肠、小面饼是双汇、王中网、火腿肠、小时候做，然后是肉松饼、蛋黄酥、肉松饼、蛋黄酥油、红豆加上蛋黄味的，还有一个是蛋黄紫薯味、香薯味的。牛肉里刚才已经解出来了，然后是这个臭豆腐，长沙臭豆腐，辣椒雪饼，然后旺旺仙贝，黑塔七朵，大红枣，海带，还有人参，然后就各种面啊，粉丝粉什么拉面啊，泡面必备，泡面，汤达人，五月份过期再打折，买二送一，阿姆西，然后各种奶茶，珍珠，三叉奶茶里面有珍珠黑糖，珍珠果仁奶红小豆，新品新品。然后这个是鹿角巷，鹿角巷的那个奶茶，它里面的是茶包、肉松，可以做肉松小白肉松哈，做肉松。然后这个是椰汁，虽然的饮料没有汁液。这个是莲子八宝粥，花生牛奶，红豆馅用来做没有糖的、没有蛋黄的蛋黄酥。然后这个是郫县豆瓣酱，做烤鱼、做麻辣香锅。然后这个是腐竹珍珠奶茶，快速煮六分钟，煮咖喱。我喜欢吃咖喱，你喜欢吃咖喱？必备日本的咖喱，一个是中辣，不是辣的，一个是中辣，中辣的其实不怎么辣。然后是这个雪菜包，已经被我用了一包了，这个味道其实不是很浓。然后这是榨菜芽，它一般用来泡茶喝，还有这些海水消食的，很甜。花生、花生米、花生米，这叫做绿豆饼的续集。煮火锅必备，母语。然后就是各种调料，一起飞呀，好飞呀，水煮牛肉，水煮鱼调料，酸菜鱼调料，非常好用。大家这里开始，关键是已经晒了一整个澡。姐姐姐姐，能告诉我这是哪里买的吗？小朋友都叫我姐姐了，我肯定告诉你呀。我的东西都是太平洋里面买的，太平洋在罗马生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它是一家很老的食品店。那当天我是看到他发朋友圈，我就询问他，然后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列个清单给他，然后这个是他的快递费用。然后下一个是西瓜购，是一个 app 啊，然后这个我也没有买过哈。它的总部好像是在西班牙，也是全意大利境内可以送的，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啊。想学些什么食品类东西也蛮齐全的。然后再是欧洲易购，我不记得是从哪里看过来，好像是华人街还是哪个地方看过来的。然后就还是在个朋友圈，然后就刷到他的那个二维码，然后这是他的页面一个网站进去。再一个就是邮购，应该很多人都熟悉吧，我这个也是没有买过，好像是说需要什么口令编码的，然后在华人街搜了一下，也是有很多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请关注哦。